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咧，嗰只龍鼓飛揚咧，少少咧就慢咗噶。前面快噶嘛，見到外邊位置馬克羅斯走啦，中間咧咁啊有呢只達龍區啊，響入邊嘅川河專區內欄第四位係龍船鼓響啊，第五位嘅馬出邊黃衫黃帽咧，仲係幸福分享啦，內欄位置係英雄啦，再後邊嘅馬仲有時時精彩響呢個尾五嘅位置啊，再後啲嘅馬啦，咁啊先見到內欄尾四好好馬，尾三天滿意，天滿意就跟住時時精彩嚟跑啊，咁啊後邊兩隻啦。灰馬咧就龍鼓飛揚啦，暫時響包尾咧係嗰只雪霸神區嚟噶，開始跑對面直路啦。前面馬克羅斯就放啦，擠嚟咗個零身位啦，達龍區就咬住第二啊。再見到第三川河專區第四龍船鼓響，第五幸福分享，第六英雄啊。後邊嗰五隻黑衫黑帽就係時時精彩啊。尾四咁啊有呢只好好馬啦，尾三天滿意咁啊，暫時殿後兩匹馬咧依然係龍鼓飛揚咁啊，同埋一隻咧就雪霸神區嚟噶。好啦，接近一千。前面嘅次序都冇喐過噶啦，馬克羅斯啊順放啦，川河專區上咗啲啦，咁啊過咗嘅只咧就係達龍區啊，第四位嘅馬外邊位置係幸福分享啦，內欄第五就龍船鼓響啦，第六位就英雄啦，再喺外邊位置尾五黑帽嗰只就時時精彩，尾四內欄咧黃衫黃帽好好馬，尾三天滿意，天滿意仲係跟住時時精彩噶，後邊嗰兩隻啦，咁啊貼欄嗰只咧有雪霸神區啦，出邊灰馬係龍鼓飛揚嚟噶，好啦，咁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馬克羅斯走啦，捉個零身位入嚟嘅，中間咧川河專區咬咗上嚟噶啦，再喺埋邊位置達龍區攞出嚟，中間龍船孤響啊，擁埋幸福分享出嚟，出邊位置仲有英雄啊，搏入邊位上有好好馬天滿意，最出係時時精彩啊，鬥到嚟最後二百零米，馬克羅斯仲係擠嚟咗個零身位，中間位置龍船孤響上緊啦，入邊有達龍區啊，外邊就時時精彩啦，再沿內欄嗰邊上仲有好好馬，接近終點，馬克羅斯喺埋邊一路揈住條尾，有少少挨出嚟，都贏出呢場香港金杯啊！跑第二名嘅馬咧，外邊位置係嗰只時時精彩，追咗上嚟啊！咁啊，中間嘅馬咧有英雄啦、龍船鼓響啦、達龍區啊，結果呢只馬克羅斯翻到嚟有啲撇出嚟啊！咁但係擺咗喺前面走咧，就到先啦。時時精彩第二，龍船鼓響係咪第三嘅機會比較高咧？第四名達龍區英雄嗰啲馬亦都近，結果就前屆冠軍喎。馬克羅斯捧走呢個香港金杯。